们早上四个人带全部小朋友的时候，一阵爆累，精神的耗费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。还想再来的，请举手。真的可以跟妈妈说吗？可以。想回家，我要住在这。这些小孩太可恶了，怎么那么可爱，好感人。他说他想再来，值得了。他想住在这里，怎么那么太感谢我们的这些小孩。每周六晚上8点，敬请锁定台视主频。Opa!